regret for losing the one who loved me, for who I can't go back to. Walking through all the dust, memories and frame, a past we simply left pain. But I don't close the door, waiting a chance for when we'll be back again. You make me feel so crazy. 好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些小电器。这些小电器呢，是我平时会带去剧组或者出差的时候会带着的，比较方便好用。第一个是一个可以充电的保温杯，你里面装上水之后，你的水温想要多少度，你就可以控制在一个什么样的水温里。这个额定容量是 0.4 升，应该就是400毫升。这上面分为四个档位，有40度、55度、80度和100度，就你需要什么样温度的水，你就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档位，喝到适合你自己的温度。咖啡装进去就可以变成热咖啡。如果你出差住酒店的话，自己带一个电热水壶也会更干净卫生，更放心一点。觉得这个便携式的电热水壶很好用。这个是便携式的榨汁机，它的大小也是差不多跟一个保温杯这样大，正好是一个人一餐的量。每天我就会拿黄瓜或者芹菜榨一杯健康的果蔬汁，但是要连渣一起喝下去哦，不要只喝汁不喝渣，这样才能帮助你的肠道蠕动。这一个是一个脸部按摩仪，消水肿的，我觉得对我来说很管用。我每天坐在车上的时候一边脸推10分钟，这样的话脸上的下颌线才会慢慢的显现出来，早上起来人都是浮肿的。这个是一个美容仪，很小巧，就一个巴掌吧，有一点点电流感，但是它不会很刺激。一开始用你甚至就觉得它可能没用，用手推也是一样的，但是你推了10分钟之后，你就会有惊人的发现，就两边脸完全不一样大，效果挺神奇的。这一个小音箱，化妆时间必备的，很多人都会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吧。它还可以收听到广播，应该已经没有什么人能听到广播了，但是它有一个频道是可以听广播的，我偶尔会打开就搜索一下，挺复古的一个声音就会从里面传出来，音质也很好。最重要的是小巧，而且它颜色也很好看，这款是我特意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颜色。是一个小熨斗，每次去活动啊或者去剧组，自己的衣服叠在箱子里面拿出来的时候就皱皱巴巴的，我就会拿这个熨斗出差就带着，自己就可以把衣服给熨了，非常方便好用，非常简单，颜色也是嫩嫩的，这是一个淡紫色的。好了，就是这些了，以上就